麻油爆香，用大火炒下这一锅海味，还得再搭上这个滚水烫面线。不过看看这面线是金黄色的，直到熟透了之后从水中捞起。海味麻油虾搭姜黄面线，饕客用这来食补抗疫。疫情的疫也是像我们台湾的一些新香料，啊，对增强免疫力，或者是冬天的时候吃，大家都会觉得还不错。黄色面体就是因为加了姜黄，号称能增强免疫力，这黄色魔力还能台日合体。拉面面体一样是黄色的，师傅煮的就是姜黄拉面，碗里有姜黄拉面，配上大蒜熬制的汤头，再撒上爆量等级的青葱，这碗姜黄拉面当主角来帮衬的食材也很够力。研发的时候我们有针对不敢吃姜的客人，就是稍微调整一下它的比例，但是却可以让身体的免疫系统能达到一个提升的部分。疫情大抵当前，全民都在设法防疫，不只是用的也要同步吃起来。看看这姜黄成了近期询问度高的食材，打病毒战不忘增强免疫力。三立新闻郑明堂、张俊栋台中报道。